观众朋友，在以上两集中，我们把回接弧圈球的技术介绍完了。希望大家在练习回接弧圈球时，要按照逆转、臂转和顺转的方式，熟练掌握一套对付弧圈球的技术。只有这样，才能在遇到强旋转的弧圈球时应付自如。下面我们学习的内容是削球技术，欢迎收看。同学们，我们已经学习了几种攻球的乒乓球技术，要想打好乒乓球，这些都是必备的技术。同学们在学习到一定程度后，可根据自己的爱好选学各种不同打法的乒乓球技术。下面我给同学们介绍削球的基本技术。首先介绍横板正手近台削球的基本技术，下面我给同学们做示范。横板正手近台削斜线球的动作要领是：身体离球台较近，右脚稍后，左脚稍前，向身体的右上方引拍，身体向右偏斜，重心偏于右脚，在来球的高点期或下降前期，击球的中部偏下位置。击球时，身体向左转动，前臂向前下方发力，重心由右脚移至左脚。击球后迅速还原，准备下一板击球。横板正手近台削直线球的动作要领是：身体侧对球台，击球时身体避免向左转动，以利前臂手腕直接向前下方发力，削出直线球。请徐毅同学上来练习。好，削得不错。稍停一下，削球时身体要少，避免向左转动，这样削出球是直线球，一转动有时候就往里收了。注意这个站位，削完之后再转身。哎，对，好。请观摩优秀运动员正手近台削球的实战应用。我给大家做示范。横板反手近台削斜线球的动作要领是：站位时，右脚在前，左脚稍后，向身体的左上方引拍，拍面稍后仰，身体向左稍偏斜，重心在两脚之间，在来球的高点期或下降前期，击球的中部偏下位置。击球时，身体向右转动，前臂迎前，向前下方发力，击球后迅速还原，准备下一板击球。
横板反手近台削直线球的动作要领是，站位时右脚在前，左脚在后，身体侧对球台，向身体的左后侧上方引拍，手腕稍内屈，击球时直接向前下方用力，重心要稳定。继续同学来练习。重心再稳定一点，直接向前。好，停。请观摩横板运动员反手近台削球的实战应用。首先给大家介绍正手削夹钻球，下面我做示范。横板正手削夹钻球的动作要领是，向身体的右侧上方引拍，拍形稍后仰，注视来球，在来球的高点期或下降前期接触球的中下部，向前下方发力摩擦，当接近底部时手腕发力摩擦，手腕的发力方向和前臂保持一致，同时要转体转腰以辅助发力。继续同学来试一下。好，不错。请观摩横板优秀运动员正手削夹钻球的实战应用。下面介绍正手削不钻球，我给同学们做示范。横板正手削不钻球时，主要是击球的中部拍形稍立起，拍面接近垂直，击球时前臂将球用力向前送出而不摩擦球，手腕固定，削钻球的转速最快可达每秒100转左右，削不钻球一般在每秒20转以下。削球选手利用相似的手法，可以削出转球或不转球，用以迷惑对手，争取主动。继续同学试一下。稍停一下。
同学们要注意，正手削不转球的时候，手腕尽量的相对固定，不要摩擦球，与前臂发力方向为一致，而且在触球的时候尽量的缩短发力距离，有一个往前推送的感觉，试一下。好，请观摩横板优秀运动员正手削不转球的实战应用。削转球可以使对手拉球下网，削不转球可以使对手拉球出界。判断转与不转的经验是，球触拍时响球不转，转球不响。下面介绍反手削夹转球，我给同学们做示范。横板反手削夹转球的动作要领是：球拍稍后仰，击球中下部，击球时前臂外展，向前下方发力摩擦，在接近球的底部时手腕加力，这时手腕要相对固定。积极同学试一下，请观摩横板优秀运动员反手削夹转球的实战应用。下面介绍反手削不转球，我给同学们做示范。反手削不转球的动作要领是：右脚稍前，左脚稍后，身体向左侧偏斜，向身体的左后侧上方引拍，球拍稍立起，击球的中部，在下降前期击球，手腕相对固定，前臂手腕将球向前送。在球要离拍的时候，前臂再做外展动作，使球拍对球不产生摩擦，也就消除相对不转球。下面徐徐同学来试一下。
哦，不错。停。请观摩横板优秀运动员反手交不转球。给同学们做示范。横板正手卷拍削球的动作要领是：向身体的右上方引拍，拍面接近垂直，在来球的下降期，击球的中下部，向前用力较多，同时要增大腰腿的辅助力量。这一个，好，谢谢同学来练习一下。向前用力再多一些，悠起来，好。请观摩横板优秀运动员正手卷台削球的实战应用。下面介绍反手远台削球，我给同学们做示范。横板反手远台削球的动作要领是：向身体的左上方引拍，拍面接近垂直，在来球的下降期，击球中下部，在击球时借助转体的动作，前臂向前下方用力。继续同学练一下。好，不要往下太多，往前力量多一些，转体，哎，好，再来，再往前送，对，不错，再来，好。请观摩横板优秀运动员反手卷台削球的实战应用。观众朋友们，本集我们学习了横板正手近台削球、反手近台削球、正手反手削加转球和削不转球，以及正手反手卷台削球。观众朋友们，下集我们继续介绍削球技术，欢迎到时收看。